建商四十亿买下台中太原夜市，二月一定要搬。网络评论破万，最强五星夜市，台中北屯太原夜市卖的，老饕们以后要换地方逛了。由列地大户丰益机构狠砸四十亿元，少下6600坪土地，创下今年台中最大单一交易面积。太原夜市早年从东山路夜市搬迁，至此重生，前后经营超过30年，主打亲子主题，不仅有各式特色美食小吃，更设有浮夸海盗船游乐设施。Google 评论好评超过1.2万则。据悉，太原夜市土地为汤良等四名主要地主持有，背景为单元14新都重划会。近年出租给太原夜市租金50万元，知情人士表示，该笔租金正好支付土地融资的银行利息，等于一边养地一边卖地，地主也终于等到。据内幕消息提供，租约到明年2月，不久后经营30年的老夜市就得转战他处。记者致电太原夜市回应，不知土地卖掉，但双方租约已包含土地售出，2个月后即终止租约。经查，该地主重划前就持有土地，近年不断对外抛出变卖讯息。使用分区虽贵为商务土地，但开价65万元，又临近台74线高架桥。过去建商出价顶多到5字头，多年下来卖到全台湾都知道，价格始终谈不拢。今年趁着房市大好，建商满手热钱，超过6600坪土地，每坪价格一举卖到60万元，成交40亿元。丰益机构证实，该地洽谈多时，未来才分期复合式开发，最快明年等交地后才会启动开发计划，会以住宅为主，商用再评估。住宅价格恐破4字头，但手上库存土地充裕，实际状况还要再看看。五间就是差30万、35万的租给你，他要推到40万以上，所以起码地别得。该区单元14重划前，每平地价约8至16万元，重划后目前住宅区介于32至46万元，容积上限为250%，而该地为单元14唯一的商业区，容积上限可灌至360%。以此推算单价60万元并不算贵，但该地位处台74线以外，被奸商喊到4字头新高价，倒对干五扣零。周边临近单元12北屯机场的建案，每坪都已站稳3字头，偶尔可以听到4字头的风声。且照目前一屋难求、一月数价的盛况，对于建商满手热钱看好后市先卡位也不意外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,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, and a Happy New Year.